哎呀，跟你说了白哈了。哎呀，你咋没告诉我你没穿裤子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赵队长让我来的，你们的事儿他都跟我说了。跟你说了？啊，报告刘排长的事儿都跟我说了。跟你说，那你来能干什么？一是来让我配合你完成任务，二来是让我看看你出没出事儿。行，吃饭了没？没。哎，快快，别走，别走，快快。不做，我洗洗漱。洗手？你？您的菜。哎，二位慢用。吃。懂什么？ 那个刘排长的，嘘，回去再说。来，快吃。看我干什么？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想办点事，你先吃。 废话，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。哎呀，你要的东西。这个行不行？没问题，长石头的。你回来了。啊。我都快吃完了。那走吧。 你不吃点了？不饿，走。哦。报告少佐，报告少佐，我们正在加紧审问。可靠吗？可靠。多加一个人，过两天把他移到省城，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是。大门。 你住这儿？不是，队里边一个兄弟点死了，回去收下去了。你就在这凑合一晚上吧，明天早上中学。去哪儿？塔湾村。我刚来你就让我走，我还啥都不知道呢。我咋跟赵队长交代啊？你就跟赵队长说，我这没事儿，完成完任务我就回去了。你救刘排长肯定很危险，我留下来帮你。你帮我？帮倒忙。 我这么长，现在不也一直一个人？怎么哪也没缺，哪也没坏的？我要跟你一起。不行。为啥？赵队长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耍的？让我来帮助你一块完成任务。然后呢？你是我上级，让我服从你的命令。这不就行了？我的命令就是马上回去。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没理由。 觉得你变了，是，莫先生鬼子了吧？
不是说这个，我觉得你变稳当了。我现在干的是底下工作，出一点差错，随时可能掉脑袋。你主要是什么滋味？我知道肯定很危险，所以我来帮你啊！我保证我只帮忙，不捣乱。你刚才已经捣乱了，你在那个亮说什么？流派上。 要旁边坐的是敌人怎么办？结果怎么样？你可以教我。没时间教你。跟你说了，这是狼窝里边，说错一句话，办错一个事儿，所有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，不光是咱，刘排长也难。哎，对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把刘排长给你带回来，让他团圆。 鞋子，鞋子，真走了。 你没做啊？菜都做好了，赶紧吃吧。你去买菜去了？啊，你们城里菜真贵。你跟人说话了？我哪个跟人说话呀？没说，一句都没说。你没说怎么买的？他就问我，你要黄瓜啊？我点点头，他说六毛，我给他钱。可以吗？那我可以留下来了吧？ 真想救刘金顺，当然，那还用问？为了完成任务，你什么事都愿意做？那是，就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愿意。嗯，很有信心啊。嗯，怎么样？你还真能帮我个忙？
啥忙？你得帮我抓个人。啥人啊？就是大城市里边来了个娘们。那我哪会啊？有什么不会的？大城市来的娘们也是娘们。再说也不是一般的娘们，你得帮我装一个大城市里边来了个院姐。二蛋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算了，走吧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你让我装姚姐了？装姚姐怎么了？我还装汉奸了？我装了一个多月了，所有人都指着我脊梁骨，后来人连我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我一个人提着个脑袋挂在裤腰带上，过来就为了救刘金水，为了我自己，我能这样？走吧。二蛋，我错了。你这是觉悟问题。我装，啥都装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我跟你说，那啊，这样，你先等着，我去买点东西。你照真话啊，柳叶眉，一星月儿爷，樱桃小嘴一点点啊，哎，来，别动啊，别动啊。小弟，啊，还有脸哈！哎呀，画完了吗？差不多，我看啊。一样吗？好像不大一样啊，我自己看看。哎呀，你咋给我画跟张飞似的？这哪都跟张飞似的，这比张飞好看多了。我自己画吧。赶紧上去睡觉吧。爹呢？让我给收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老看着伤心，对孩子也不好。
小亮，你别怪我。小的时候，在我们村子里死人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现在每天都在死人，看多了也都木了。 睡觉吧。 醒了，醒了。 上扭个弯，啊，肩膀也得弯，好几个弯，反正是哈是，头也是跟人变了。 哎，对，然后再这样往前走，对，哎，对，哎呀，这咋那么别扭啊？行，你可不是，你啥太硬吧？你跟柴火棍似的，你得那个样的，跟牛就是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看我唱戏了没有？那个动作就是在，哎，左脚压右脚，右脚再压左脚，俩足，哎，掐腰，掐腰，把手甩甩，试试，试试，啊，抬头了，抬头了，比方人还人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很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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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行哎，你咋懂那么多？我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婆。 我天天上地了去，里面一条胡同来串到这个样的。哦，对了，人家不是这样哈，人一般都倚在门上的呀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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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倚着来，倚着，倚着来。我再给你发根墙吧，你在这站岗，你在这。那怎么倚啊？那个靠门啊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拿手绢，拿手绢。 你也一点，就那么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来人就着火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你慢点。行吗？行，我还行。你真打算要炸老劫狱？来，把我下午跟你说的那些带过充分一遍。哎呀，不都说三遍了吗？ 我装成姚姐，等二鬼子来，把他引进小院，给他倒茶，茶里有蒙汗药。等他睡着以后，把他身上所有值钱东西全部拿走，马上离开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走就走，拿着东西干啥呀？你要就这么走了，那么他不想明白了，我那是调虎离山，你把他东西抢走了，那他就是碰见女飞贼了，算他自己倒霉了，明白了？ 明白了，对了，最起码你得拖他一个小时啊。嗯，来，再帮我让你练的那个大爷，那个再给我练一下。大爷，什么大爷？你还二叔了，你还得那样大爷，马祖嘴的那样的。哎呀，你太肉麻了，而且我一张口，人家就听得出来我不是从城里来的。那你怎么办？去了装哑巴。 我们去少说点吧，但少说也不行，少说你也得那样马嘴的那种，啊？太难了。要想取得胜利，就得克服各种困难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二蛋，我发现你长进不少。
不是我长进不少，是你以前没发现。好，来记住，这个是蒙汗药，这个是泻药，别弄混了。嗯。哎呦，混了。哪个是哪个呢？这个是蒙汗药，这是泻药。还行了啊，考试完毕，准备行动。 哎，大爷，等等等，打听个事儿啊！听说镇上来了一个济南姑娘，真的假的？谁跟你说的？这爹也太快了，这也。哎，不，引荐引荐，自家兄弟，就咱这个钉子街市情，你去替我就行了。好，好，好。等等，别站着搞了，你这开玩笑呢？就是，哎，要不这样。 帮我一个忙，帮我站一会儿啊！哎，我下午刚买的好酒好菜，你给王火别喝边聊。哦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你别弄出事来啊！不会不会，放心放心，谢谢啊。啥？你看你，兄弟，喝点呗。哎，张一这小子就好这口，没法弄。啊，不是。 这个毛病改不了，我跟你说，来来来，戴上好了，来。嗯，哎，等会儿啊，去看一眼。葛二蛋葛爷介绍我来的。 味道不错嘞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嗯，味道还不错嘞。咱们家蝶子，你知道俺那个店都吃什么？俺在老家，最喜欢吃的什么酱尾巴？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吃酱尾巴？它每天叠了巴拉，叠了巴拉，它活动，这个肉越活动它就越好吃。来来来。 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来来，嗯，什么味儿这是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。我得上趟厕所。啊？等会儿我马上就回来。好。 够能喝的呀！你也够能辣的，你。哎呀，太疼了。妹子今年多大了？你多大了？你是不会说话呀，还是耳朵有问题啊？好，我喝完这杯，你给我唱支曲，行不行？好好好。 你了，进去。等我。好好好，嗯，快点快点。
干了。我可干了！来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怎么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！哎，别坐这儿！来来，你别坐这儿！来来来来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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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。吐啊！啊，没事，别怪我。哎呦，我这可不行了。哎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你先回去吧。晚回了啊。等会儿我再去看看啊，啊！你就没法喝，这一趟一趟的。来，嘿，还有那么一点儿。你喝。啊，那我喝。那一块儿，我多喝点啊，剩下这些都是我的。行。来。哎呦。醒了，醒了！哎呦，我亲娘嘞！你没事吧？我亲娘，你这大半夜的，啊，穿红衣服披头散发的，那吓死谁？吓死谁？吓死你！我怕你都想不开，寻了短见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那二鬼子想对我动手动脚，结果被我一砖头拍地上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又说你行吗？你绝对是个女飞地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任务完成咋样？哎，派都码好了，是输是赢就看明天开牌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以后别加那个刷子了啊，然后把这个带上，以后出去再说说是俺媳妇儿。啊，还有，你东西得收拾收拾了，人一出来咱就出城。万一要是出不去呢？放心，我有我的办法。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
哎，放心吧，肯定我把人带出来。其实啊，没啥。那你这样老是放屁放一半，我想你已经不在乎了。谢谢啊，没事儿。黄瓜还六毛？对，还六毛。哎，做生意要讲良心。哎，黄瓜多少钱？两毛。多少？两毛。那你咋卖我六毛？就六毛，爱要不要？你们家黄瓜长得比人家模样好啊。哎，这娘们儿。给我称点。好嘞，稍等。第一次来买菜吧？没有，第二次。上次他也卖我六毛。你男人呢？死了。啊。你要想开点啊。嗯。好啦，我家就在这儿。你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就来这儿找我。啊，知道了，秀玲姐。你家在哪儿啊？嗯，那边。行，有事来找我啊。嗯。吃边玩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来了，钱好，带了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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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！哎呀，你还真行了你！没事啥吧你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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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来帮试一下，转转运去。这个班一会儿就来给班完了。哎，鸭子啊，走吧啊！好好好。哎，用这个，哈，这个能挂，你可不好挂，老土。快去快回了啊！跟这干嘛呢？你看不见我在这干什么？那边就是茅房，都不知道谁吐了一地。你去看。来，回来了。啊，哟，这玩着呢。啊，加我一个，加我一个。哎，到手了。你得去巡逻去，别再出了事。我玩玩。快去吧，玩啊！来，来，没洗手啊！
上万他说不洗手，运气转转。又加他。来啊，灯呢？哟，忘拿了，我给拿去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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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好，来。来，压上了啊。揍你！怎么样？后墙炸了一大洞，那姓刘的呢？姓刘的跑了。那赶快报告去。麦队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刚才牢房爆炸了，姓刘的不见了。还快追，分头追！快快追！让我看看。是。刚才谁指的班？哦，我。这去哪儿搜？你说上哪？小路呗。快快快！走，饭桶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封城！是。什么都没看见啊！那边路都封死了，封死了，看外边吧。走走走，快！搜出什么了吗？报告少佐，还没有找到线索。你知道我心里在想的是谁？扎武，他至少不会拥有那件。是我失职。你说我应该怀疑你的忠诚呢，还是应该怀疑你的自理？我一定揪出那件。锐剑啊！麦队，那爆炸是从牢外炸的，不是我们的责任。那地上的坑怎么解释？嗯，没有里应外合，我就不信他能跑了。最近牢里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？有谁来过？说。有。谁？葛二蛋，圣灵姐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们家有没有药？你病了？啊，不是我，我有个表哥来看我，和街上的流氓地痞打架，让人给砍了，现在伤口化脓，正在发高烧呢。我去了好多家药房，都关门了，我也不认识啥人。你跟我进来吧。哎，我家里现在只剩这些了，你先拿着。好，明天药铺一开门，我就买了还你。千万别，现在镇上药品管制，我怕你去了会惹到麻烦。明天我来帮你买，你过来取就行了。可你，我有办法，快回去吧。谢谢。葛二蛋，咱俩是弟兄，有什么事你不能瞒着我，你必须跟我讲实话。我就听你一句，这事儿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你是觉得我傻是不是？
这跟我有关系，完在这待着，我不跑。因为刘金水还在城里。你是不是忘了？上次要不是你调包的话，我早把他弄死了。你给我发誓！发誓！俺爹俺娘都死了，我拿什么发誓？行，反正我现在就你这么个兄弟，你要不介意，我就拿你发誓。这事要是我干，你就不得好死，行了吗？